在香港揸车咧打醒十二分精神。哇！喺弥敦道啊，近旺角道附近啦，咁啊起咗条天桥，冇得喺地面嗰度过马路啦。咁啲行人咧照样咁样过吓、啊，就系、是、有阵时揸车真系要留意啲盲路，尤其是咧，即系呢啲咁嘅越嚟越多啊，唔同国家旅客嚟到啦。不过呢个似乎系本地人嚟嘅买餸，咁啊有阵时真系要留意一下其他车咧会唔会系停定晒喺度。咁咧如果见到人哋无啦啦停定啦，可能自己都要做定啲心理准备嘅。咁啊。大家小心留意啦，我谂未来呢啲事情会越嚟越多噶啦，训练好只脚啊，训练好踩壁啊，真系。